二人转演员出身的闫学晶给我们的印象是豪爽泼辣，而这两年呢，从小品舞台到电视剧，他所塑造的也大都是喜剧角色。最近在他主演的电视剧《闯关东前传》的北京发布会上，他也把这喜剧细胞啊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有几个地方大家就值得看，值得关注。第一，编剧是高满堂；第二，他叫闯关东；第三，他在央视一套播出；第四，这里边没大腕儿。发布会当天，闫学晶口中这些非大牌主演伙伴们悉数到场，阵容虽不像前两部那么强大，却都是些熟面孔。剧中于小伟、赵毅和闫学晶饰演闯关东的三兄妹，闫学晶虽然身为小妹，现场却是副大姐架势，带领两个哥哥活跃起了现场气氛。双回门啊，正月也是里儿啊，正月里出三事儿啊，市里头放年假，咱们两个去串门儿啊，看一看你爹你妈，我的那个老丈人啊，哎来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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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。您瞧，连喜剧演员赵毅都要跟闫学晶拜师学艺了。面对他现场的活泼耍宝，这两个哥哥可都已经习以为常。因为在私下拍戏过程中，闫学晶常常充当剧组的开心果。他可逗，他在现场经常耍宝，经常把我们逗的都没法拍戏。模仿能力特别强，模仿的就是那个有一个晚会，他们县里晚会歌手的一个，给我们乐的都不行了都。